彰化县议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县议员顾黄水花、刘慧娟、郭燕玲、林根任、黄俊元、许敬阳及李成纪等议员关心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营运状况，六日前往花坛丰湾慈善会所办理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及巷弄长照站，关心长者的情形，受到社区长者热烈欢迎。啊，希望讲咱政府来较关怀咧吼，食的吼较正常啦吼，啊，住的所在嘛爱，让阮有一个较安准的啦吼，啊，办这大家拢真娱乐真好啦，啊，这时代你看大家拢吼天天快乐啦吼，啊嘛真感谢咱县政府吼，这回真正实在做到有模有样啦吼。有人客来，啊来甲关心吼，所以拄只咱顾完月吼交代讲吼，县政府爱认真爱拍拼吼，啊关怀据点我即马算算吼，那一个店吼照顾三十个，咱两百个店就照顾六千几个咱的时段。桌游行动车进入社区与长者创意桌游，并邀请议员们与社区长辈一起体验平日社区运作时的健康促进活动及参观据点成果。县府积极推动社区关怀据点的增置，目前已成立200个关怀据点，提供人际互动机会，维持长辈身心健康，达到活跃老化及在地老化的施政目标。公益频道张华允花坛采访报道。